时间过得真快，我刚从越南，一手拿着背包，一手拿着行李箱，上飞机飞来台湾。没想到已经过了八个月多了。在台湾，我最喜欢的事是我的学校中央大学。中央大学又大又漂亮，校园里有很多高高大大的树，还有几片很大的草地，草什么时候都绿绿的，真好看。要是可以用一个颜色形容中央大学，那就是绿色。这里也有很多可爱的小动物，有鸟，有松鼠，有蝴蝶。学校里还有一个湖叫中大湖，湖里有不少鱼和乌龟。因为中央大学有很多树，所以空气很好，很干净。周末的时候，总是有很多人来中央大学野餐，有大人，有小孩子，人人都在草地上开开心心地玩，也有很多人拿东西给学校里的鸟、松鼠吃，这样的画面真美丽。